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术师 Lewis Yan， 我是叶希琪。咁我覺得幾米書籍嘅內容咧，已經係好 magic 嘅啦。你見到唔知點解啊？突然間，馬路上面你有大笨象喺度行嘅。我覺得呢啲故事內容咧，應該係一個好有 fantasy、好有幻想嘅先諗到出嚟嘅。所以今日我亦都帶咗呢啲同類型嘅魔術啦，希望我個魔術可以感動到你，帶嚟你嘅 fantasy。今日咧聽講有好多魔術睇喎，所以我而家充滿住期待同埋好奇嘅心情，要唔要同我一齊去呢？欢迎大家嚟到 Two Liquid Crossover 几米时装系列嘅发布会。送俾你。Wow， thank you。Wow。哇！火嚟嘅。系咪你嗰只啊？咁但系你嗰只咧？我细个嗰时一直都好希望，如果在香港睇到落雪就好啦。尝试去相信魔术嘅话咧，奇迹就可能会出现。哇！